带你们看 residential， 今天带你们看 commercial。所以今天这个 commercial 有到底有什么特别？它是在我之前身后的 unit， 所以现在发展商还剩下了两间单位。这两间单位呢，分别是它都是处于在这一个出进口的位置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是它的出口跟进口，很多人都会进来就看得到了。而且你旁边的邻居是 Dragonfly， 还有另外一边是这一个 cafe。所以后面就是直接去 Resident， 所以这边做的生意基本上是做 Resident 上面的生意， Landed 还有附近巴都嘎湾工业区的生意。所以如果今天老板们，如果你们是做这个 F&B business 的话，投资在这边每一个月的租金至少是4000到5000块 for 底楼，如果你是拿楼上的话，这价格是2500到3500之间。看整个 overall 是 British 的 style，所以包括这个下面就是 Alfresco， 它的地上这样子的砖块，所以是很特别。而且星巴恩巴是唯一一个有这样子的 concept 的 condominium。所以现在它的 core 其实是22层，长是68层 ，include 那一个 Alfresco 那边。所以它的形态其实它的高度是13层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后面还有两间的洗手间。所以这个通常这一边这一间店面的话，你进出口其实可以看得到，很明显的，一进来就看得可以看得到你的店面了的。所以如果你放招牌放得大一点的话。而 of course 还有楼上，今天这一间的售价其实差不多才是空到来，差不多是1.3 million 左右。近距离把加多交易和黑椒瓦多，附近还有 post office Petronas， 有红牛 bank、芭比 bank、May bank、西曼。15分钟时间可以到达 Icon City， 还有 Auto City。10分钟时间可以到达 Batugawan Stadium Vortex Business Park。10分钟可以到达 Batugawan Industry Park、IKEA 还有 F&B Drive Through。如果你对这个 Eco Room 的 Commercial 有兴趣的你，可以点击以下的链接，安排时间观看这一个单位，只剩下最后的两间而已。